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四十课，这就是 Lesson 40 Waves 海浪。按照惯例，先打开书，咱看看生词和短语。 Please open books at page 234 234页，跟我念，234页下方。 Read after me. Signature, Signature. Infinity, Infinity. Ray, Ray. Energize, Energize. Rhythm, Rhythm. Transmit, Transmit. Exquisite, Exquisite. Phenomena, Phenomena. Crest, Crest. Trough, Trough. Vertical, Vertical. Horizontal, Horizontal. Actuality, Actuality. Catastrophic, Catastrophic. Particle, Particle. Maturity, Maturity. Undulate, Undulate. Tremor, Tremor. Gravitational, Gravitational. 好，这是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那么按照惯例，咱们先看看里面的一些重点词。那其中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词，就是我们看看这个无限的时间或空间，或者指无穷远都行。大声再读一遍 Infinity, Infinity. 咱们先看看这个词的英文解释。Infinity, 首先它是一个不可数名词，抽象词不可数，它表示什么呢？ A space, time or distance that continues without end or limits, 指空间或者时间或者一个距离一直在持续，没有尽头或没有边界限制，就是无限的时间或者空间，或者指无穷远。注意 Infinity 不可数名词、比如说The infinity of space, 无限大的空间，没有边际，或者空间的无穷大也行。再比如说 A barren landscape stretching into infinity. Barren, 贫瘠的， landscape, 路上的一个景色，一片贫瘠的景色。那么 stretching into, 这后置定语呢，一直延展到了无穷远的地方，一望无际的一盘这么一派贫瘠的这个景象。这个 infinity 表示无限大的空间，无限久远的时间，或者无穷远的距离都行。注意不可数名词。那么这为什么专门说一说呢？这里面一样有一个重要的词根，就是 fin, 它表示 to end, 结束。大家最熟的可能就是 finish, 结束，对吧？它表示结束。我们看几个常见的词，比如说终曲或者结局，一个乐曲的终曲或者事情的最终的结局，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Finale, Finale. 当然英国人读成 Finale, 美国人中间这个 R 变成 A 读成 Finale, Finale 是英式， Finale 是美式，一般 R 到美式变成 A 这个声音，终曲或者是结局。再比如说使完成使结束，咱们读一下这动词 Finalize, Finalize.使完成使结束，这还是来自于这个 fin 这个词根。再比如说我说有限的，就是 这个 infinity 不是无限吗？有限的这个形容词是这样一个词，注意不要读成 finite, 这么来读，大声了没？ finite, finite, 有限的有边界的，还是跟结束有关系。那么无曲线的无穷的，在 finite 前面加 in 就好了，这 in 可以表示 not, 不，没有，它一直不结束的，叫无限的、无穷的。这个时候注意发音变了，大声了没 ？Infinite, infinite, 有限的叫 finite, 无限的叫 infinite 就好了。就包括本文中这个无穷远
就是 infinite 它的名词形式，再读一遍 infinity infinity， 重音往后稍微移一下，这是跟都是跟结束相关，可以同时记住。那还有呢，我们说动词原形或者动词的不定式，这特别常见的一个名词了，我们大声读一下 infinitive infinitive。 为什么也有一个跟 and 相关的一个 fin 呢？这不是单词动词的末尾， in 是不，动词末尾不变，动词原形或动词不定式，对吧？因为一般过去式或者是第三人称单数的现在时，后面要加 s 加 ed 等等等等，但动词原形或动词不定式是尾部不变，叫 infinitive， 这个拼写就好理解了。就我们常说动词不定式，我不带 to 的呢，就是动词原形啊。还有像 confine， 这是动词限制或者把某人或者动物拘禁关起来。那么 sin win 可以把一起一块都到了这个最终都结束了，不让你出去了，刚好关起来嘛，限制或者监禁拘禁，大声读一下 confine， 所有的一切都终止，不让你出去了，把你关起来了吧，对吧？它的名词限制或拘禁，大声读一下 confinement， 这就好了。再比如说 define， the down 不是向下的意思，把它定下来了，它的含义定下来，不再有新的东西了，就是下定义，就已经结束了吗？确定了吗？下定义吗？刚好有向下的意思，它的含义已经完全板上钉钉了，不再有新东西了，下定义。我们读一下 define， 同样某个东西的定义就是它的名词形式，再读一遍 definition， 你发现都有一个 ifin 这个拼写。那进一步再看，还有一个词叫明确的，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efinite， 也有一个结束，定义是向下，已经结束了，完全定下来了，再不更改了，明确的定义，明确的日期，明确的一个界限，就定下来了，已经完了，不再改变了，明确的，对吧？叫 definite。 还有不明确的，前面再加 in 加否定字头嘛，大声读一下 indefinite， 就说不，这个并不明确的，加否定字头就好了。还有我们说 definitive， 表示最终的、最好的、确定无疑的，也是表示最后已经定下来了，再不改了，对吧？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efinitive， 它表示最终的，对吧？已经定下来了吧？或者最好的、最终的，一般也就是最好的，因为它不能再加工了，对吧？或者表示确定无疑的，对，都用这么一个词，再读一下 definitive， 板上钉钉，定下来了，不改了。那还有我们的 refine， 哎，叫提炼或者是改良。re 可不是 again， 本来都结束完了，对吧？已经完整了，但我不满意，我再次开始，再来一遍，最后让它结束，是不是提炼或者改良吧？让它变得更漂亮，精华拿出来了，本来已经结束，我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之后再结束，是不是精炼、提炼或改良？再读一下 refine。那么它的形词形式表示精炼的，这个精益求精之后的，或者表示人的行为文雅的，就是动词的过去分词当形容词来用。再读一下 refined， 最后看它的名词形式，精炼或者文雅，大声里面 refinement， 你看用字根，我们一口气儿能记住好多单词。那这个第一个重点词 infinity 相关的词汇，我们就看到这儿。好，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咱们再接着来看一看这个传输或者传播五星级重点词，它的字根重要，而且这个词本身也特别重要，大声再来一遍 transmit， 传输或者是传播。那它其实两个意思还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传输一般表示什么信号啊，电视或广播电台的节目的传输啊。第一个意思表示 to send an electronic signalradio or television broadcast etc， 就是我们传送一个电子信号，一个这个电台或电视台的广播节目，这个叫 transmit， 就传输信号或者节目。这个我们同样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the ceremony was transmitted live by satellite to over 50 countries， 这个 ceremony 这个典礼
将被现场播出。这个 be transmitted 经常跟形容词 live 搭配，这 live 叫现场的 ，a live show 不是现场表演吗？哎，然后通过卫星现场直播，大概要播给56个国家，能够在这电视里面收看。这是传输信号或者节目啊。但是第二个呢，表示传播 ，transmit 可以表示 to pass something from one person to another， 把这个东西由一个人传给另外一个人了，它可以表示传送这个东西，传递这个东西，传达这个口信，甚至把病传染给对方，从我这儿到了你这儿了，叫 transmit。 那咱们同样也看一些例子，这意思比较多。比如说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大名鼎鼎的性病，性传播疾病，通过性这个途径由你传给我了，我传给你了，这是性病。那这是被传输的，所以被传播的这个用过去分词。再比如说 transmit knowledge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由一代人向另外的人传播知识，传播知识，这也用它。再比如说 the tension soon transmitted itself to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rowd， 这种紧张很快把他自己传到了人群中的每一个成员，就是把他自己传送到了每一个人，现在都觉得紧张了，所以把某个事物传送、传递、传达或者传染给对方都可以用 transmit。 这跟第一个呢，传输那个信号节目可以同时记。这个我们回顾一下，在前面曾经讲过38课刚刚讲过的这个字根，再复习一遍。38课还记得吗？ MIT 或者 MISS 它可以表示 send， 表示送。再来一遍，咱们看看能不能大家还记得。Intermit 表示暂停，还记得吗？在中间给你一个信号停一下，中间给你叫暂停。 Intermittent 叫断续的、间歇的，就是38个中心的生词，咱们说过。然后暂停或者幕间休息是名词 intermission， 大家还有印象对吧？还有准许进入或者承认叫 admit， ad 可以表示 to， 动词不能 to， 把你送进去了，让你进去了，这让你进去吧，去让你进去嘛，对。名词就是 admission， 准许进入或者承认。再复习 emit， 发射或者发出，因为字母 E 表示 out， 就 send out 出去了。emission 是它的名词形式。还有呢，我们说的这个 omit，o 或者 ob 表示 away，send away 送走了，不要了，省略、删除或者疏忽、忽略。名词就是 omission， 继承了动词含义。还有我们的动词 permit。per 可以表示 through， 就是从这儿到那穿过去了，走过去了，不是允许吗？说行了，让你过去吧，我不挡着你了，允许的意思。名词就是 permission， 咱们在38课讲过。那再复习 submit，sub 是在下面，从下面往上面送，刚好是这个提交或上交或者服从屈服。那 submission 它的名词形式 ，submissive 它的形容词形式，服从的、顺从的。还有像 transmit。就是本文中这个词了， trans 这个字根表示 across， 从这边到那边传输或传播，传输信号或者是传播疾病、传播知识都行。它的名词就是 transmission， 传输或者直接翻译病的传染都行。还有 remit， 这个 re 表示 back， 把它送回去了，对吧？我不抓着你了，你可以回家了，赦免或宽恕，或者往家里寄款嘛，寄回去把钱往回了寄，汇款也用它。然后它的名词有两个，宽恕、赦免叫 remission， 汇款叫 remittance， 都来自动词 remit。 还有我们的解放奴隶叫 manumit， manu 这个字头表示 hand， 手的意思，把手送出去了，手可以松开了，原来手都在这儿，现在手松开了，可以做别的事了，解放奴隶。它的名词奴隶的解放叫 manumission 就好了。这个词重点是38课知识这个重要字根的复习。好，这个单词跟老师看到这儿。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咱们再看一看这个精致的或者是高雅的。这个词呢，在英联邦国家一般第一个字母一发，哎，这个声音大声一遍 ，exquisite，exquisite。在美式呢，这个第一个字母一往往发哎这个声音，这个重音在前面，有的时候在后面都能听到，在前面更常见一些，大声一遍 ，exquisite，exquisite。也有美国人这么读，再来一遍 ，exquisite。
exquisite， 重音在第一个音节、第二个音节都会听到，叫精致的，或者第二个意思叫高雅的，这两个含义都会听，都能看到。咱们看看分别是什么意思。来，先看这个精致的，它表示 extremely beautiful and very delicately made， 特别特别美丽的，并且特别精细的被制作出来的，细节非常清晰的，叫精致的，叫 exquisite 或者 exquisite 都行。来，你比如说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craftsmanship 就是工匠的手艺，非常精致的手艺，做的木工活啊，或做的这个手艺啊，做的这个雕刻呀，精益求精，精致的。那 her wedding dress was absolutely exquisite， 她的这个婚礼服啊，这个婚礼上穿的这个裙子，这个婚纱呀，太简直太精致了，就是非常非常漂亮，并且巧夺天工的被做出来的，叫 exquisite， 这是形容东西做出的东西美不胜收。但它有的时候做第二个意思，一般形容人行为举止，也是同一个词，叫 very sensitive and delicate in the way you behave or do things， 你行为举止，你做事情非常非常的理性，并且非常非常的精细，就是雅致、文雅、高雅，举手投足落落大方，非常的恰乎这个场合，而且呢不落俗套，没有很粗俗的举止，叫文雅的、高雅的，这指人了。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exquisite， 当然也能读成 exquisite 都行。那 she has exquisite taste in art， 她在艺术上品味高雅，这是这个 exquisite 两个含义，顺便咱们都记住啊。在本文中，本文中是第一个意思啊。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词为什么要专门看一看，这个也有一个重要词根。这个字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quire， 有的时候是 quisit， 有的时候是 quest， 它都可以表示 to seek， 追求、寻觅，有这个意思，追求、寻觅啊。咱们看看几个同根字。你像本文中这个 exquisite， 大家多次这个讲过，都熟悉了。ex 表示 out， 有的字母 e 单独使用也是这个意思。来，为什么叫精致的、高雅的呢？我追求。寻求到的东西把它都挑出来了，把它追求到最漂亮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是不是叫精致的、高雅的？把追求好的东西都拿出来放在一块了，精致的，这个很高雅的。再比如说 inquire， 询问或者打听， I in 这个字根可以表示到里面去，到里边去寻求，到里边看一看，哎，究竟怎么回事啊，问一问，到里边去寻求我的目标，是不是询问打听的意思，对吧？大声再读一下 inquire。 还有跟它类似的一个词，对死因的调查，这个在第一课我们这个 finding fossil man 里面讲那个调查相关的词时咱们讲过，大声读下 inquest， 也是到里面案件里面好好的追求它的真正答案是什么，是谁造成它死了，原因是什么，对死因的调查，到里面去寻求 inquest， 好理解对吧？还有对某人的盘问，或者指古罗马的那种宗教法庭，当时就是我们32课讲过嘛，布鲁诺被这个法庭宣判死刑了，对吧？就是仔细到你里面去盘查，你究竟有没有做一些违背教义的事，或者对犯人的审讯盘问，可以用它，大声来读一下 Inquisition， 仔细问一问里面的情况，来，是这么来说。来，再比如说 Inquisitive 可以表示好奇心很重的，或者爱打听的，总是到里边来问问，哎，怎么回事啊，对不对？这还是跟他相关嘛，大声再读一下 inquisitive， 叫好奇的，爱打听的。还有我们知道 acquire， 大家都认识了， ac 可以表示 to， 去寻求，去追求，不是获得，得到吗？去追求这个东西吗？再读一下 acquire， 它的名词形式就获得，或者获得的东西，获得物都可以用它，再读一下Acquisition， 获得或者获得物啊。还有它的形容词形式叫贪婪的，总想获得这东西的，不贪婪的吗？再来一遍 ，acquisitive， 跟刚才那个 inquisitive， 好奇心重的，爱打听的，不要搞混啊，这个拼写类似啊。再比方说，有个词叫
perquisite 叫特权或者是额外的收入。这个 per 可以表示 thoroughly 彻底的。那么寻求彻底的东西都给我了，彻底的所有的东西都寻求，一切东西都是我的，说明他有特权。我们普通人拥有一部分，他所有的都寻求都追求都要得到，这个人有特权或者额外的收入。除了本职工作的这个收入之外，其他的我也都要都得到，不是额外收入吗？对，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erquisite， I'm sorry perquisite perquisite 叫做特权，就类似我们说这个 privilege 这个词啊，或者是额外的收入叫 perquisite， 也是来自于这个寻求，一切我都要。还有非常常见的 requisite 叫做必需品或者必须的，都可以用它。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requisite 做名词或者形容词都行， RE 表示 again， 表示重复的，再一次一再追求的东西，不是必需品吗？我们拿过来不行，还得要，天天都需要吗？这必需品吗？今天要完之后明天还得要，必需品或者必须的。再来一遍 requisite。 还有跟它同时记的这个 prerequisite 叫先决条件或者前提，做形容词是必备的，作为先决条件的，多好记，在 requisite 前面加 PRE 不是 before 吗？提前就必须给我的，叫先决条件或这个前提，或者作为先决条件的。再读一下 prerequisite 先决条件或前提，这都好记嘛，对吧？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叫 requisition 叫对某个东西的征用，或者做动词就征用，一般是政府或者军队，就说你这东西先给我们用，征用老百姓的财物，就这个卡车我们现在要追贼，先给我用，回来还给你呢，叫做再次追求，再次要求要得的东西，对吧？原来这东西给你了，现在我们政府要再要，还得再给我，再次来要求，要给我们征用，现在给政府用，回来还给你呢，这个感觉叫大声读下 requisition 征用。还有呢叫 disquisition 可以表示专题论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DIS 多次见过，可以表示 apart， 从中间分开了分散开了，这不专题论文吗？我们追求分散开，追求先把这个研究透，再研究这个，再研究这，一个一个研究，分别开研究，这不专题论文吗？或者专题性的演讲，第一个东西研究清楚，第二个分门别类来分别研究，专题论文或专门演讲。再读一下Disquisition， 哎，这几个相关的同根词，哎，往往有些难度的，咱们可以同时记住。好，这个重点词跟老师就看到这儿。下面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词，咱们再看一看这个现象，但注意这个词本身是复数啊。我们大声读一下 ，phenomena， 叫做现象，它一般用单数的词是 phenomenon 啊。咱们先看看这个词的单数以及它的英文解释，我们大声再读一下单数 phenomenon， 它的复数形式在本文中的 phenomena 是什么意思呢？ a fact or an event in nature or society、especially one that is not fully understood， 就是在大自然或者社会中的这么一个事实或者这么一个事情，尤其是指这么一个未被完全理解的这么一个事实或者一个事儿，就是现象，自然界的或者社会中的这么一个事儿，一个事实，就是一个现象。注意，这来自于这个外来语，就 phenomenon 复数变成 phenomena， 这个比较特殊，也是单复数的变化比较特殊啊。咱们先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natural phenomena， 自然现象 ；social phenomena， 社会现象 ；historical phenomena， 历史现象。这个都是用它的复数形式，这是把 on 变成字母 a。 再比如说 an eclipse of the moon is a rare phenomenon， 这用单数了，就月食是一个罕见的现象，这是自然界的一个现象， eclipse 就日食或月食了，是这么来说，这是用单数，因为前面有 an 来修饰。再比如说 early retirement is a relatively new phenomenon in Britain，提前退休在英国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一个现象，这是社会现象。你看，自然现象月食，
社会现象提前退休，这都是指 phenomenon， 这注意复数是 phenomena， 这个单复数的变化比较特殊， phenomenon on 变成 phenomena 变成字母 a， 跟它一块记住的就是这个标准，具体某个单位啊，某个考试啊，某个这个东西的标准，我们大声先读些单数 criterion， 复数也是把 on 去掉之后变成字母 a， 大声来没 criteria criteria， 这个标准注意这个是特殊，把 on 变成字母 a。 我们回顾一下第二这个在前面第13课讲过，在23课也复习过的，就是 um 变成字母 n 的，那就变成字母 a 的单复数变化，咱复习一下。 medium 媒介，复数这个复数叫 media， 这是 um 变成字母 n， 跟那个 on 变成 a 有点类似，那 um 变成 a 就 medium 变成 media， 媒体媒介。那 datum 变成 data， 数据 um 变成字母 a。 那再比如说这个岩层或者派生于社会阶层， stratum 变成 strata， um 变成字母 a。 那还有我们说过的细菌 bacterium， 那是很少用单数，一般怎么用复数 bacteria， 也是 um 变成字母 a。 那还有课程 curriculum， 复数变成 curricula， 这几个比较特殊的词汇可以放在一块，同时把它记住。那好，这个重点词跟老师看到这儿。好，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灾难性的，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catastrophic， catastrophic 叫做灾难性的。咱们先看看它的英文解释，怎么叫灾难性的。它表示 causing a lot of damage or making a lot of people suffer， 造成巨大的损害或是很使很多人受灾难的，这种事儿叫灾难性的。类似于大家更熟悉的 disastrous， 来自于 disaster， 叫大灾难啊，灾难性的。咱们看一些例子啊，比如说 catastrophic floods， 灾难性的洪水，灾难性的。再比如 a catastrophic fall in the price of rice， 大米价格的灾难性的下降，就大幅的暴跌啊。再比如说 the failure of the talks c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我这次会谈谈判的这个失败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或者影响，叫 catastrophic， 这是指灾难性的。那么 disaster 这个词来自于 disaster， 那 catastrophic 来自于哪个词呢？学过三册同学都知道，来自于三册33课难忘的一天里面讲过的名词，特大灾难，注意重音往前移了，大声来呗 catastrophe catastrophe， 本文中 catastrophic 就是我们把 e 去掉加 ic 重音后语就好了，这特大灾难。那咱们再复习三册的第33课的课文，那 the telephone rings and this marks the prelude to an unforeseen series of catastrophes， 电话响了，这就标志着一连串未曾预料到的特大灾难的序幕， catastrophe 叫特大灾难。咱们在33课里边三册里边曾经把灾难排了一个序，那一般的小意外小事故一般用这个名词，我们大声读下 mishap， mishap 小意外或者小事故，一不小心拉了个小口，但是这个后果不严重，一不小心把一根汗毛弄弯了，但突然就弹起来了，但这太小了总之小意外小事故叫 mishap。那一般的意外事件事故咱们可以用这两个词，这个从程度很类似，大声来念 accident， 或者更加文言的 contingency， contingency 这一般的事故，除了一个意外的事可以这么说。那如果说比较大的灾难，咱们有这么一个词，大家再大声来念 disaster， disaster 大灾难，当然英国人读成啊的声音，我们翻再来念 disasterDisaster， 美国人都说 disaster， 大灾难，特大灾难，这两个词差不多，百年千年一遇的大灾难了，对吧？大声来 ，calamity， calamity， catastrophe， catastrophe， 这表示特大灾难。那么本文中 catastrophic 就特大灾难的，顺便记住就好了。好，这个词我们看到这儿。下面我们看最后一个比较麻烦的。这个相关词很多的一个词儿
就是这个心理或生理上的成熟。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aturity 心理或生理上的成熟。同样的，在英式呢，强烈的有一个 e 这个声音，读成 maturity 有个 u 的声音。在美国呢，一般可以把这 e 去掉，变成 maturity 这么读也行。再来一遍 maturity 都行，心理或者生理上成熟。那咱们先看一看它的两个含义。第一个意思表示心理成熟，它也是不可数名词，它不能说三个成熟嘛，成熟抽象词嘛，状态嘛，不可数，抽象啊。The quality of behaving in a sensible way like an adult， 就是这样一个属性，这个特征什么呢？行为举止做事情非常的理性，就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叫心理上成熟，叫 maturity 啊。你比方说 ，He has maturity beyond his years， 他有超过他年龄的成熟。这个小孩子尽管只有两岁，但已经独当一面了。夸张一点，只有12岁，那可能已经很成熟了。看做事情像90岁的老年人这么成熟啊，像30岁吧，30岁的老年人中年人这么成熟。总而言之，成熟，心理上成熟，对吧？有这个含义啊。这是指心理上。再看一个例子 ，One day you will have the maturity to understand。我说你现在不懂啊，还小嘛，对吧？不要着急，有朝一日你就会成熟了，就理解怎么回事了。有这种成熟，那叫心理上成熟。但是它呢，也能表示生理，指生理成熟，成年了这也行。这也是不可数名词，就是 of a person, an animal, or a plant， 指人呐、动物或植物啊。The state of being fully grown or developed， 就是完全已经长成了啊，就是从生理结构、从肉体上或者从动物、植物的这个躯体上已经成熟了啊。也可以用它，那就是我们看一些例子。The forest will take 100 years to reach maturity。这个林子、这个森林完全要长成、成材，这个成熟，大概得花100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长成熟。这是指植物。再比如说 ，How long does it take for the chicks to grow to maturity？ 我说这些小鸡儿，这个 chicks 要完全长成熟，长成可以吃的鸡，大概得过多久呢？这是生理上的成熟，都可以用它。这是名词。那么我们在这个新概念三册的第12课重点讲过各种熟，咱们就说过这个词。这个词指心理或生理上成熟的，是它的形容词形式 mature， 心理或者生理成熟的。但是这个词表示心理成熟的更常见，更多的指心理上成熟的。同样的，英国人这么读，大声一点 mature，一个 u 啊，这个声音，美式把那 e 去掉，变成 u， 加个儿化韵，这么来读一遍 ，mature， 都能听到，心理或生理成熟的，但指心理成熟更常见一些。咱们看一些例子，叫 Laura is very mature for her age， 这个 Laura 这个女孩子对她的年纪来说相当的成熟，这个小孩竟说大人话，一看嘿。这小孩跟小的人似的，心理成熟的。再比如说 ，mature apple trees are typically 20 feet tall。长成的苹果树，这个一般来说呢，大概有20英尺这么高，这是生理上成熟了。但指人用 mature， 一般更多的是形容，这个心理上成熟。那如果专门指身体上长成了，成年了。我们可以用专门的一些专有词，比如说这些词可以表示生理成熟的，大声来一遍 ：adult、full grown， 都可以。但是 adult 在英联邦国家有的时候读成 adult， 美国一般读成 adult 都行。这是生理结构已经成熟了。比如说 ，an adult cat， 一只成年的猫长成了，或者是 a full grown giraffe is 5.5 meters tall。一个成年的长颈鹿大概有5.5米这么高，这是生理上成熟了。那如果表示庄稼或者水果已经成熟了可以吃了，或者时机成熟了，我们有一个词叫 ripe，
这在我们三册十二课作为重点词讲过。来，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ripe。这一般指水果，指庄稼。那比如说 ，soon ripe, soon rotten， 成熟的快，烂的就快，叫早熟者早夭。并不是很早成妖精了，夭折那个夭。那成熟的快，腐烂的就快，这是个谚语。那就是一个孩子成熟太早，不是好事。这个 ripe。那么时机成熟也行，比如说 ，I'm waiting till the time is ripe before I tell my parents that I failed my exams。我要等待时机成熟，然后再告诉父母亲我考试不及格。这个 before 咱们说过，可以翻成然后。那现在爸爸妈妈正在打架，在厨房里用菜刀正互相在砍，哎，我站到中间，爸爸，我考试不及格，正好连你一块砍死了。这个时机不成熟，哎，等到时机成熟，心情好的时候呗，哎，爸爸过生日，自个儿零花钱给爸爸买个大蛋糕，爸爸生日快乐，爸爸宝贝儿，爸爸亲一口，爸爸我考试不及格，他这个这时机成熟了，哎，所以 time is ripe 也行，时机成熟了也用的，这是熟，哎，但是对吃货来说呢？咱们喜欢说呢，牛排呀，这要几分熟啊？哎，在西餐店里，这个很重要。咱们得看一看，全熟的指牛排啊，只用这个词，大声的呗 ，well done， 就干得好，干得好，这个词 ，well done 就全熟了。那，还有七八分熟的，叫做大声来读遍 ，medium well， 七八分熟的，五分熟的就是中间的这个词，大声的呗 ，medium。哎，这是五分熟的，这个四分熟的就是 medium rare。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edium rare。那最生的一个情况叫三分熟的，我们大声读一下 ，rare， 就是罕见的这个情况就好了啊。我们分别再读一遍，全熟的 well done， 七八分熟的 medium well， 五分熟的 medium， 四分熟的。Medium rare， 三分熟的 ，rare， 但不能要全生的，那把生肉弄得来弄成狼了，那不行啊。那至少呢，我们得三分熟啊。这个在点菜的时候常常说，你比方说，这个第一个这个 waiter 这侍者服务员问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ed？ 您愿意你们牛排烹饪到什么 ？I'd like my steak well done， 十分熟。I like my steak medium well， 就七八分，或者 medium 五分 ，medium rare 四分 ，rare 三分，这都可以啊。我们看在《老友记》中有个片段。Okay, now this one is rare, this one is medium well. Now go, go, go! Hey, Stevie, hey, hey, have dinner, dinner was good. Just stay hard. Now I'm gonna go. 哎，咱们看看这片段是怎么说的啊？这是在《Friends》《老友记》这个非常老的美剧中一个片段啊。咱们看看这个里面的对话。这个 Monica 说了 ，Okay, now this one's rare, this one's medium well. Now go, go, go. 那 Hey, Phoebe, Hey, Phoebe, Hey， 两个打招呼。那他一开始跟这个这个跑堂的就说了，哎，好啊，这份是牛排了，这 rare 三分熟的，这一份呢 medium well 是几分？七八分熟的，对吧？好了，那 go, go， 快送出去，送出去。这很这个忙不辞劳的，正是在吃饭的时候，吃饭重点。那 Phoebe 他朋友进来，哎 ，Phoebe， 那 Phoebe 说 ，Hey， 那好。那么 Monica 说 ，How's dinner？ 晚饭怎么样 ？Dinner was good。Just say hi， 他跟先打招呼来了。这是表示牛排几分熟。你看，同时出现两个，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Okay, now this one is rare. This one is medium well. Now go, go, go. Hey, Phoebe. Hey, Phoebe, have dinner. Dinner was good. Just say hi. Now I'm gonna go. 哎，这表示这是几分熟的。那但还有一种可以吃生的鱼，可以吃生的。日本经常吃生鱼吗？这是全生的。我们再读一下 ，raw。那吃生鱼怎么说呢？这么说 ，I like to eat fish raw。我喜欢吃生鱼，但注意，这把 raw 放在 fish 的后面，这指切成片，清洁干净，消完毒，调好了这个芥末酱。都调好的这个生鱼叫 I like to eat fish raw， 应该这么说，可不能把这 raw 放到 fish 前面去。如果你说 I like to eat raw fish， 那吓人了，这是真是跟熊一样的荒蛮烂跳的鱼，鳞都没有扒上来，吭哧这么咬，那是 raw fish。 那吃生鱼得说 I like to eat fish raw， 放到后面是这么一个。哎，这是把这个成熟各种熟，吃货最喜欢最后这个，哈哈，这个包括生该怎么说放在一块。好，这是咱们40课的生词
有新知识，有复习，希望大家仔细复习，牢牢掌握。好，我们四十课生词短语跟老师先看到这儿。